我叫李航亮，今年29岁，我来自湖北襄阳，大学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。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风脚边，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。这是改变对不对？月落乌啼，总是千年的风见当初的夜晚，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，这一张破旧的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。月落乌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，见当初的夜晚，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。可以可以，这小味儿还挺好的。这一张旧船票能够登上你的船，能否登上